我来中路打个闪现，甚至电刀能杀的这个血量。扯 W 一刀死了，莱斯啊，牛逼大了！下到二打二也能赢。马上这里有兵线，哦哟，能杀能杀能杀！问问这位置，但是跑了，那杀个瑞尔吧。刘总还在里面蹲，但是如果说你打野敢这么出来的话，技术应该是知道你人在的。W Q 两个，瑞尔这一波死了，叫闪没用，死亡闪卡得根没毛病。BLG前期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兵线还是过去了。先吃一个欧文六级，这里瑞尔还是五级。欧文直接站在前面顶你瑞尔，把瑞尔先秒了。瑞尔反踩余震没触发，最后才触发，但是伤害已经灌满了。这里来飞 Light 交个闪现， MF 一个大招，熏完全不掉血。欧文也是交闪直接溜了，在顶走你哪儿。哎呦，可是你没闪没大是什么情况，怎么在这儿啊？来了韩森萨玛，韩森萨玛扯回来，好家伙在干嘛？这一波是怎么敢出来的？妖姬也有线权，三打三。哦呦，戳到了，完了呀，奈特这波没闪的。哇，还好人都 MFK 了，来了，跳过来，来逮着那儿 W，OK 没毛病，死掉，交闪，死亡闪，欧文的牛头，放心。哎，牛哥什么情况？欧文，欧文，别发，别发病啊 ！OK， 欧文大招还在手上，梦魇空大了，但是 Night 这一波什么情况？欧文救了一手，欧文自己会不会嘎？卡莎疯狂输出没毛病，贾克斯进场没有人能管着贾克斯， MF 大招扭一下空大了，妖姬继续持续输出，不寻大人。哎，瑞瑞什么情况？哎，还能吸吗？我有发条大招跟上，不会吧？还好，大招大出来，行，大招闪现进来杀一个，你自己死完呐，兄弟！牛头直接闪现二连，贾克斯过来收这个人头，帅。又开了，这一波开的是谁？又是 Elk 这波没闪啊，跑不掉了。这里起初很能打的样子，杀了两个以后还有谁能打？哪儿也没踢的，这样子一波二换二的话，对于起初来说，来了韩森萨玛晕住直接倒没问题。卡普斯大招拉一下没用，电柱死亡闪交一交 ，OK， GG。半管的妖姬踩上来，梦魇血手杰被触发，妖姬这里还在修，没毛病啊！这一波欧文进场 Q 三，再扯扯了三个两个，而且扯到了汉斯萨玛，汉斯萨玛进场，不着急不着急，艾克进场，艾克进场，随便杀了，这不是一个追击战，艾克有中亚的进场，一个打五个，有中亚进来，先把你人留住，蝎子再进场 ，MF 这里没蓝没血没闪，妖姬闪现打不出踩掉，但卡莎被纳尔收掉以后没有关系，卡布斯这里一个发条没有任何技能可以跑了，冰这里甚至还有闪现加中亚的，没有发挥出来呀、啊，冰说这么轻松吗，兄弟们？拿下了，十七层杀人输了。来了汉森萨玛上去皮一下，贾斯基用掉以后也不着急，中路什么情况？纳尔要变大了，纳尔要变成大家伙了，但正面在追着这个蝎子打，哎呦，我给中亚了，哎呦，我第一先没用，第二先也没用，先杀了你，我用什么中亚？然后正面的话冰跟欧文直接把技术双 C 切死了，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银幻五，哎，怎么纳尔又把卡莎杀了？艾尔克这盘也太可怜了呀，怎么又早逮了？恭喜标金一比零，现在还是四级，蝎子升六了。第一波进攻来到双人线，但是侠这里很难啊，基本上不可能被扯回去。OK， 落没闪，嘎了 ，W 都被打断，帅。没毛病，一血赵信拿下来，扯一下，抬两个亚索接到了，这波蝎子闪现，那带欧文直接闪现交出来了，
这样子看的话，金兔只能杀一个辅助赵信来救一下。赵信自己会有危险吗？这里什么情况？卡普斯一个人又把派奥克逮了，完蛋了！这里情况不对，突然死了三个人。祭出一波反攻，什么情况？要杀一下这里的塞拉斯，蝎子在旁边，亚索也在，机会吗？兵这里走位还在扭，哇，这亚索熟练度还挺高的，这亚索熟练度还挺高的。谢谢喵 C 一七的一个魔法术，先看一下这波兵能变大吗？我的发没变大，寻这里还被扯回来，没有地线交闪，你俩打一个，他打了两个，打了三个。但是后续军还是要交闪啊，交完闪后也死了，糟了呀，给基础打起来了，嗨起来了。三十岁，马上三十了，兄弟，我也快三十了，你赶紧看这么短点怎么扯了两个。哎呦哥，哎呦哥，哎呦哥，哥哥，我怎么回事？你们两个真是好兄弟啊，怎么站在一起被扯下去了？我的发呀，这蝎子是怎么配合过来的？这么帅的一道康普尔，完了，亚索，乖乖，这就是基础的团战吗？太美国化了呀！这里兵能杀一个吗？杀了一个勋，这里没办法了，一个打五个，这个大龙还打不了了。这个、BLG 打不了，兵这里直接被扯，怎么说？一颗的蝎子这边被流量打一个大招，先激活这蝎子，蝎子松了，兵还能拉扯，勋直接捅过来捅汉森萨吗？汉森萨吗？伤害有点高啊 ！BZ 这里有进化有闪的，兵一个人还在拉扯，兵血手出发，进化一。这里没闪现啊，好像只能这样眼睁睁看着 EZ 跑掉。那有可能是唯一的一卡普斯要单杀了呀，这样子跑不了了，兄弟，完了呀，跑不了啊，这没有操作空间啊，太弱了呀，这塞拉斯我还来了。汉森萨玛这一波想一上来，我 L 被开了，闪现也没了，哇，好快的亚索刀啊！我的天 ，Net 这波闪现竟然只开到了一个人，自己也倒下了。列拉塔，列拉了，回头一个大招，能跑吗？这里卡普斯杀疯了，想要继续追，喂，有操作空间吗？没有办法跑啊，全是人。幻四只剩下一个兵马上变大，打得出来吗？打不出来。灵幻五的团战，这把算是被虐昏了呀，这把被虐昏了，阵容还是太关键了呀，蓝色方阵容好没了，两边人全往中靠，扯到这里刚才保持晕出要直接秒了，完蛋了呀，熏这里好像也要早打闪，施若用的有点晚了，但是还是要被 A 出闪现啊，不用吗？哇，好刺激啊，熏这里，天哪，两边三打三打得很激情啊，但是好消息是上河蟹能吃，这什么情况，还能来打吗？晕没晕到，行，赵信这一波闪现也这死亡闪啊，帅啊，哇，这一波 BLG 太敢了呀，我感觉这一波赵信闪现但凡用的好一点 BLG 要炸啊，红鹿的鳄鱼你怎么抓呢？怎么抓你告诉我来，怎么抓？怎么抓的呀？到底？来杀这个鳄鱼了，鳄鱼没闪，死定了。不用着急控制，蝎子在这儿，头吃掉没问题。蝎子来来来就有。感觉有点不妙啊，哎，有机会吧，哦，直接交闪怪了呀，这里零二零啊，然后做饭特别好吃，说欧文突然闪现开始嗨了，但宝石反手一个大招，现在宅两个卡迪斯还能搭一手宝石，完了，欧文自己孤注零零的要找秒了，但最后一个 EZ 这个 W 够重了，还能追这里的赵信，追就完事了，
什么情况？喜欢回头送这里招式。看这萨巴在刮痣啊，猛刮，让他刮。对劲啊！这里怎么感觉进的有点慢啊，兵？这里打了波三换三，但其实是亏的，因为咱们这边 EZ 是被终结的，而且现在这个打盘没道理输的呀。来，闪现扯了，这个大天使会死吗？闪现 A 差一点，一没棍你，我问救一手，救一手兵，再吸没毛病，给我杀！哎，我们过来，我们过来，闪现不够，保证其实大招来的有点晚，但是最后大招还是落下来了，两个都能杀，两个都能杀，再来，韩子怎么，韩子怎么没用？但不是这个大招有点被 gay 了，咬住什么情况？卡迪萨吸一下没问题，保持大招，但是打不到 EZ，EZ 死了吗？没死，没问题。冰还在前面火烤，烤冰冰给我烤，没烤起来啊！哎，这个熏怎么说？熏能打赢吗？哎呀 ，Elk 这里一滴血。卡莉斯拉有闪啊，好像不太好杀。怪了，我要回家了，这我打算回家了。这个宝石骑士的大招，这我打完就回家了。大龙吗？其实我什么意思啊？这怎么敢抓大龙的？凭什么？硬抓！记住想送啊，那就杀！别怕呀 ，BLG！ 记住想送就杀，就给我杀！奈德给我杀！奈德！扯下来，奈德，奈德站出来了，奈德！牛逼再扯，牛逼奈德！关键时刻，奈德站出来的 EZ 来了 ，Elk 来了 ，Elk 来了，奈德被葫芦咬到了，奈德回头吸一下 ，Elk W 一给我没问题，还有记住这里莫名其妙打到都送回去了，还不离谱不？还有兄弟们，还有我们拿大龙吗？我们不能啊，我们就不要了这大龙，但好像能打，赵信来的很晚。硬开奥克，二龙一走，记住这么送完呢？扯两个瑞兹死了没问题，这么赢呢？恭喜标记，可能又可能一波奈德中间用，没毛病。卡蒂斯塔没有闪现的，这边扯。我说奈德死了吗？啊？但还行啊，队友还有三个，还有四个。记住看，有人可能守不住啊，打得好一点可以一波的标记，尝试一下吧，冰雷吧。不一波吗？不一波吗？真不尝试一波吗？完了，被中路了。过两步。来了，两边直接正面抱团，这样子的话，标记根本不怂啊！直接开，瑞兹站在正面，保持一个大招，第一波没关系啊！我们怎么倒了？奈特这里情况也不对呀、啊、奈特经常一个人打五个卡莉斯塔大招宝石死了但是冰跟奈特要倒 EZ 一个人能打五个吗 EZ 有闪 EZ 来 LK 还在操作 LK 站出来了我的 fuck gentleman 五个人站一起就行了过两步高地来了鳄鱼直接踢到脸上五个人啊你鳄鱼在干嘛送了
他送了啊，这样子他也没送吗？艾欧克大招，艾欧克大招，莱博大招，没问题。鳄鱼会死，保质期这个打没用。恭喜 BLG 顶级八强，恭喜 BLG， 恭喜 BLG 兄弟们挺进去了。卡普斯还想清线，这一滴血的瑞兹用闪也没用。中亚，中亚也在，有用吗？闪现躲一下没关系，中亚按不出来。汉子萨玛一个人跳兵，兵被你拔死了，兄弟，这甚是如你所愿，你想拔他，那就给你拔了兵。